理发理了好多年好多年了啦。啊，理发好多少年了？理发。不是你说小孩的想开始理发。啊，小人啊，从小就开始是理发的。问老师傅。啊，他是爸爸妈妈是理发的，他姑姑嫂子是理发。哦，那经验很丰富，很丰富的。剪个头吧。好，来，哎呀，你短点的啊，嗯，对吧？剪短。好的。老师傅，你理发一共理了多少年了？嗯，六十多年了吧？六十多年了，哦，那好长好长了哦。六十多年，就一直在这里理发。啊，一直在这里理发，不是，不是，就过去在国营单位也理过，对，单位里啊，那啊，现在是不是过去说老的理发店都挂过，现在好像没有。再见了，下次再来。